我准备干个实业，你跟我一起啊。老头子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。再说了，他这家破电影院每天到晚就放一些那么老的片子，谁爱看？不过呢，好在我聪明，我马上就把他给盘活。我给你规划规划啊，就咱们这个厅啊，最少得摆上六桌。电影院摆那么多桌子干嘛呀？谁说要开电影院了？说了不想当放映员，我要在这开个麻将馆。你想想，这里就摆上四桌了，那如果把电影院再全部摆满的话，那一晚上得挣多少钱呢？你动脑子想一想。还有这，在这里摆个小桌，你就在收钱，我们就开始发家致富。小伙子，我要看电影。我们这关门了，不开了。我都等了很久了。你等等我，我们真关门了，奶奶，你可以来打麻将下次。小伙子，从前我跟我老头子每个周末都上这儿来看电影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看的。看，我家里还有好几本呢。我知道你们这儿就要关门了，但是我就想再看一场。不是，我们这真的已经关门了。小伙子，我买两张票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今天饰演的是最后一场电影，然后我饰演的角色是小凯，他是一个小镇青年。其实有，因为他很多查一些话语术或怎么样，就是我古装拍太多了，我的发音那些儿化音很多也搭不上去，我也不会儿化音，就很多感觉可能没说出来，我自己会觉得，比如说很多梗啊那些，我就觉得比较难，还是需要做更久的准备吧，我觉得。因为大家今天都是第一次磨合，比较仓促，然后拍的进度也挺赶，
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小小的不足，对，但是我们大家已经很努力尽力再去做好这场表演，对，完成这个作品。导演特别敬业，特别认真，很专注，然后一直在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来，对，就跟我们在探讨。被老奶奶打动了，就觉得很温暖，就觉得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。她让我那一刻重拾了自己，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去把这个电影院经营好，对，然后来去成就更多的人，去能来这里一起看电影。那你演的时候你在想？我在想，我找到新的方向，新的目标。就哪怕他没跟我说过话，但是我看了很多他的一举一动，就足以去让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做。短片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可能没太适应吧，因为也没怎么化妆，弄头发这个造型，老感觉不太自信。对对对，开玩笑，就是太短，我可能没有去拍过什么这种节奏快的，所以还是有点紧张和不适应。对，闲不下来动力啊，因为我不想闲下来，因为我想一直保持在一个工作状态，让自己充实，对，让自己能够动起来。休息时间还不如在工作，就不要安排那么满的时间来休息，可能是会这么想。也不是，就是觉得对对对，因为要照顾到家人啊，还有更多的一些责任。对，还有就是比较冷静，不会那么的浮躁，不会那么轻浮。就是白雪是一个面若冰霜很冷静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不是按通告这样子一天，他不是今天拍这个明天拍那，他可能一天下来就我早上拍白雪，我中午拍博玄或者青木，晚上再拍另一个，一天可能拍三个角色，但是你就要区分开来。我对好演员的理解，可能我现在说的这个层面太浅了，因为我们毕竟还很新，年纪没那么的那沉淀，我们这个阶段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努力去学习表演，努力去多给自己增加一些知识和东西，然后再去演绎好一个角色。对，多去多先多积累多吸收，然后认真去努力的拍戏，去面对自己每一部作品，然后敬业专业。